塑胶垃圾漂流在海中，对海洋生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塑胶垃圾它漂到海中的时候，除了容易分解成碎片之外，它同时容易释放出双酚 A 啊、多氯联苯啊以及塑化剂这些化学物质，它累积在鱼类的身上啊，人类吃了海洋的这些生物，其实也跑到人的身体里面。收看《核心协力救地球》，大家好，我是刘尔金。我很喜欢啊，去这个海边看到碧海蓝天，这个沙滩可以让人觉得说心旷神怡啊。可是啊，又看到海边还有这个寄居蟹在动，一看，哎呦，怎么寄居的壳变成了瓶盖呢？还有在海里面游泳的时候游一游，哎呦，有水母，一看，哎呦，怎么是塑胶袋呢？当寄居蟹的壳变成了瓶盖。当海龟把塑胶袋误认为水母吃下去消化不良而导致死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我们往海里面丢了多少的垃圾，而且最多的、最大宗的就是塑胶。当我们的大海变成一锅塑料浓汤的时候，会对我们海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要一起来探讨。欢迎我们的地球守护者——游戏司令队！游戏司令，赞赞赞！今天的地球守护者是四位好友：黄敬忠家中有装设马桶省水器节能，李宇杰外出都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陈元义会把垃圾分类，而许建华会把不常用的家电插头拔掉。都有环保好习惯的他们，今天能否成功守护地球呢？游戏司令顾名思义是这个很喜欢打游戏，对不对？跟环保有关系吗？也蛮有关系，跟环保怎么会有关系呢？就要听你说一下，敬忠啊。对，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的话，就是可能结合一些垃圾分类啊，就是玩一些分类的游戏，例如宝特瓶。很多线上游戏也有关这种环保的，甚至于你们可以设计一些这些游戏，让我们儿童啊、小朋友啊，能够在这个游戏当中学习到我们很多环保的知识。当然呢，我们要介绍今天来跟我们参加一起探讨的最会节能减碳的我们的陈阳文专家。大家好。陈阳文曾任中华民国自然生态保育协会秘书长，致力推广生态教育及环境保护活动。今天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海洋生态小知识呢？好，那今天多跟我们分享这个减碳的知识啦。马上就要开始进行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呢有三个关卡，我们四位地球守护者呢努力来闯关，希望能坚持呢一个都不能少。哎，我们这个每一关呢都有可能会有你的队友啊会掉落到我们的加油区去，没有办法守护地球，等待救援。如果三个关卡都闯过去了，四位我们的队员通通每一个都没有少，一起过关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棚里面啊看起来烧得红红的这个天空啊变成清爽的蓝天白云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关卡，问答题。第一单元分成八大主题及一题地球守护题，四人轮流随机选择六题，各自计分，总分将决定离开队伍人数，到加油区等待救援。问答题，请选题。第一题，请出题。环境新闻题。全球52件最值得参与的事，包含平息天灯节。请问新北市政府采取何种政策鼓励民众回收废弃天灯？一、换现金；二、换垃圾袋；三、换酱油；四、以上皆是。现金、垃圾袋还是酱油呢？还是都可以？来，四位请作答。他们答对了吗？我们来请解答。四，以上皆是。新北市政府在2013年和平息业者合作推广天灯回收，包含竹编的基座也可以回收，
一个5元现金起跳，清洗干净的能换到7元，5个烧毁的天灯纸可换一个垃圾袋，50个可换一瓶酱油。最重要的是啊，我们希望这些大家来做回收的这个动作，而且呢，我们台湾的庆典啊、祭典也很多，但是如果把这些庆典呢跟环保要结合在一起的话，办起庆典来会更有意义，对不对？好，宇杰，换你选题，第7题，第七题，请出题。绿色科技题，台湾厂商回收了何种厨余，制成速干、除臭又防紫外线的服装？一、咖啡渣；二、甘蔗皮；3、椰子壳；4、凤梨纤维。各自解答，目前不准讨论，请作答。4、2、2、1，请解答。一、咖啡渣。咖啡渣在制造咖啡沙的成衣制品所产生的碳足迹，与制造活性炭衣物相比，减少了约80%的碳排放量。且不仅拥有异味控制的特性外，亦有速干、紫外线防护的功能。好，我们只有这个静华答对了。这个我们的咖啡渣可以回收，能制成这么多的产品，同时也不会消耗其他的资源呢，对我们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贡献呐。咖啡渣是不错的。第三位选题。第3题。第三题，请出题。地球科学题。台湾年平均用水总量约180亿立方公尺，其中约有1/3是来自于：一、地下水；2、水库蓄水；3、回收废水；4、以上皆是。请作答。4、4、1、4，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请解答。一、地下水。台湾年平均总用水量约180亿立方公尺，其中约有62.8亿立方公尺来自地下水，占35%，显示台湾对地下水资源的依赖度非常高。其实地下水，但是我们不能超抽啦，超抽会影响地层下陷啊，会有这个淹水的这个环境灾害。最重要，我们要爱惜我们的水源，不要浪费水啊，但是也不要用错水，好不好？加油一点，好不好？加油！啊，静华，加油！选一个好的题目。第几题？第4题。第四题，请出题。环境与建筑题。何种开窗方式能使隔间众多的房屋达到最佳通风效果？一、对角线开窗；二、通风路径最长处开窗；3、同侧开窗；4、以上皆是。有要想一想哦，这是有逻辑道理的哦。来，请作答。到底他们答对了没有？哎，请解答。二、通风路径最长处开窗。在房屋通风路径最长处开窗，能使空气在屋内流动的范围达到最大，且空气流通也较顺畅，以达到较佳的通风效果。家里面的空气呢，流通如果好的话呢，不但可以调节我们的气温，而且啊，可以把一些比如说我们家里会排放毒性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油漆啊、地板啊、木材啊、甲烷啊，或者是甲醇。如果空气流通的好的话呢，这些不好的物质呢就不会留在家里面。我们要住会呼吸的房子。非常的可惜，你们还是没有答对，就剩2题了，加油啊！庆忠，请选题。第8题。第八题，请出题。自然生态题。塑胶垃圾漂浮在海中，会分解出何种环境荷尔蒙，并随食物链回到人体之中？一、塑化剂；二、双酚 A； 3、多氯联苯；4、以上皆是。这些东西好像我们最近都有听过啊。请作答。好，我们选的是1、1、4、4，他们答对了吗？请解答。4、以上皆是。问一下专家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塑胶垃圾漂流在海中，对海洋生物跟我们人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塑胶垃圾它飘到海中的时候，除了容易分解成碎片之外，它同时容易释放出像刚才所说的双酚 A 啊、多氯联苯啊以及塑化剂这类的化学物质哈。那这些化学物质其实它为什么说叫做环境荷尔蒙？是最主要它会影响生物的一个不孕性哦，或者甚至公的变成雌的啊。哦，那甚至海洋生物怀孕的时候，胎儿会受到影响，变成有点畸形这样子。除了说对海洋生物这些影响之外，这些化学物质它累积在这些鱼类的身上啊，人类吃的这些海洋的这些生物鱼类啊，或者是一些海胆等等这类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跑到人的身体里面啊。哎，真是太严重了哦。谢谢教授，现在是最后一题，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好，宇杰，请选题。第二题。第二题，请出题。绿色能源题，根据世界能源会 WEC 的估计，下列何项能源将在40年后全数用尽？一、天然气；二、石油；三、煤矿；四、铀矿。我们最常用的一，很快就被我们用完了，是哪一种呢？啊，请作答。二，他们答对了吗？请解答。二，石油。目前全球主要仰赖化石能源，根据世界能源会估计，全球煤矿将在200年到300年内耗尽，天然气将在60年到70年内用尽，石油将于40年到50年内用尽，核能所需的铀矿也将于60年到70年内用尽。恭喜通通答对啦！好不容易啊，在最后一题的时候才获得一个全员得分呐、啊。问答题虽然是分开计分，但是总分要加在一起。如果超过4分，能够留下一个人；超过8分，能够留下两个人。以此类推，你们的总分到底是多少？能留下几个人呢？我们来看他们的总分：1分、2分、3分、4分，有留下一个；5分、6分。7分，有没有？再来一个，8分，8分留下两位，9分，10分再来10啊，还是掌声鼓励一下、啊。好，非常可惜，只到9分可以留下两位，我们分别看一下他们的分数是多少。1号得到1分，2号得到2分，3号得到3分，4号也得到3分，所以是。1号跟2号必须要离开守护区，到我们的加油区。平时都有环保好习惯的游戏司令队，很可惜在第一单元问答题中失去了庆中与宇杰，他们先到加油区等待救援。而园艺与建华面对接下来的2、3单元，他们能否顺利得到地球先生帮忙的机会呢？好，这两位呢留在我们这个守护区，将要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个。地球先生题啊，这题很重要哦。如果你答对的话，就可以召唤出我们地球先生来帮忙哦。他能帮怎么帮你忙呢？哎，他就可以帮你们队友救一位回来，或者是呢，如果你答错了，你也可以救自己哦。清楚了没有？好，地球先生题，请出题。地球先生题。人类丢弃的塑胶垃圾随洋流在地球的哪一个大洋汇聚成巨大的垃圾岛？一、印度洋；二、太平洋；三、大西洋；四、北极海。北极海、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这四个是哪一个呢？来，请作答。好，这题的答案它究竟是？二、太平洋。结果你们没有答对，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这个地球先生，所以接下来的关卡呢，你们两位要继续努力啦，好不好？但是我们要问一下专家，这个垃圾岛真有其岛吗？它是如何形成的？是因为这个塑胶性的垃圾它会漂浮，所以它常常随着这个洋流来一个飘动。那刚好在太平洋，尤其在北太平洋这个地方，这个洋流它会造成一个像漩涡一样，所以就把这个人类60年来的这些塑胶垃圾全部都集中，集中靠近在夏威夷这个地方，就是以夏威夷为中心。
两侧有两个非常非常大的所谓的垃圾岛啊，两个，每一个的面积有多大呢？有德州，美国德州那么大，啊，两个加起来有38个台湾大，我的天哪！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岛啊，可以说慢慢形成一个大陆。很不幸的，还在增加中，继续变大中，继续变大中。所以真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我们不能再制造更多的垃圾往海里面丢了，对不对？好，谢谢我们的专家，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要进入影片题了。两位要仔细看影片，两位也要仔细看影片。你们可以打 pass 信号，但是不能讲话，只能比手画脚。OK。好，我们的 VCR 的影片题有两题，可是只要有答错的一题，就有一位又要到我们加油区了。哦，明白了吗？好，我们请看我们的影片。那塑胶微粒不是塑胶碎片哦，像塑胶碎片的话，就是不通常是不规则形状的，但是像这个，这个就是规则形状的。样大样的剪完，先剪完再找塑胶微粒，最后找塑胶微粒。对，捡完的垃圾里有着大学问。2012年，台湾 ICC 近滩分析就指出，海洋废弃物前五名，塑胶就占了四名，免洗餐具更是高居第一名，显示台湾人使用一次性制品有增无减。近滩的这天，眼尖的志工发现一种以前没注意过的如米粒般的塑胶微粒。那塑胶微粒它不是塑胶成品的碎片，它是塑胶的原料，而我们通常在一个小小的海岸段就可以发现很多的数量，那可以想见在全部的台湾的海岸或者是全世界的海岸上，那个数量是非常可观。塑胶微粒还只是塑胶原料，并未被制成塑胶袋、保特瓶，还没使用过怎么就跑到沙滩上来了呢？去年夏天的时候到香港的一个韦斯特台风，它吹翻了好几个货柜，这货柜里面装的就是这些整成吨成吨的这些聚丙烯原料，就像我们叫它塑胶微粒，而这样子的东西整个打到香港的海滩上面，让整个香港的海滩上面都布满了，所以这些原料在运送过程当中跑到环境里面，或者是在进了工厂之后没有处理好，然后呢就流到环境里面去，也是有可能。令人担心的是，塑胶微粒会吸附 POPS，也就是有害化学物质，例如多氯联苯 DDT， 这些污染物若透过生物端上我们的餐桌，恐怕会增加畸形、癌症、损害生殖力的几率。人类是受害者，但也是加害者。有一派学者认为，塑胶无法完全消失，而是裂解成更小的碎片。面对全球不断累积却从未消失的塑胶垃圾，现阶段我们只能改变生活习惯，减少塑胶依赖，才可能迈向解决之路。好，我们的影片题有两题，答案写在手写板上，请助理。2012年 ICC 近滩分析指出，海洋废弃物前五名，塑胶就占了四名，请问第一名是塑胶类里面的哪一个种类的塑胶制品是占第一名？好，你们的答案是免洗餐具，请问他们答对了吗？恭喜答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答 VCR。2012年，台湾 ICC 近滩分析就指出，海洋废弃物前五名，塑胶就占了四名，免洗餐具更是高居第一名。还有一题要小心了，来，请出题。影片中提到，塑胶微粒会吸附有害化学物质多氯联苯，以及有什么东西？除了多氯联苯，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塑胶微粒会吸附什么东西？提示一下，是三个英文字母。在最后说出你的答案是什么 ？POS，PDS。PDS， 好，请问他们答对了吗？答错了。我们看一下正确的解答，请看。塑胶微粒会吸附 POPS， 也就是有害化学物质，例如多氯联苯 DDT。是 DDT， 非常可惜，
两位这个队员必须有一位要再进入到我们加油区，请问谁过去？好，请到我们加油区。好，静华剩下我们一位了，要加油了。不过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家哦，我们日常生活的塑胶垃圾还会藉由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海洋中呢？因为我们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我们以往我们都是把它放在掩埋场。对。那这掩埋场因为味道不好，然后有时候会有招来蚊蝇，所以往往都会把它丢在人比较少接近的地方，像是河川啊，或者像是海岸边人比较少到那边去活动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做掩埋场的时候，有时候只要遇到大雨或豪雨或台风，把它整个吹，好，把它整个吹散也好，或冲散也好，好，就顺着河整个一直流到整个大海里面。好，那这一类的一个塑胶垃圾，它会400年才会整个分解掉，所以它就会在大海里面一直旅行，一直旅行。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处理这些塑胶垃圾。是的。好，谢谢我们的教授，谢谢。好，马上进入我们的实作题。请守护者将漂浮在海洋上的废弃物在1分钟内全数吊起，即可成功守护地球。地球守护者，你还在等什么？快拿起你的钓竿，把海中的废弃物钓光光吧！计时1分钟，计时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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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稳定，稳定，稳住，稳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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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好，这个好，好，啊，这，这个，这个，这个好。好，来，哎，好，好，好，嘿，嘿，嘿，烟蒂啊，这也是垃圾啊，真的啊，报纸不是可以分解吗？是啊，对啊，就是有人看一看就乱丢，真的是乱丢啊，啊，塑胶叉子没错，哇，这最多了，最多最多最多，好，哦，最多就是一次性饮料杯，对，没错，第一名，对，铝箔包在漂浮也会漂到大海里面去的，7、6、5、4、3。打火机在时间到的最后几秒呢，它吊起来的铁盒跟打火机是非常的可惜。我们的大海里面还有垃圾啊，所以你挑战失败了，所以呢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队员救回来，同时也没有办法达成我们今天的守护任务了，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烧得红红的天空变成清爽的蓝天白云了。好。游戏司令队在今天的第一单元问答题以及第二单元影片题中陆续失去了三位队员，留下静华一人独自奋战到了第三单元实作题，但是很可惜没有顺利过关，无法救回队员，守护地球失败。好，我们同时要给你们这个鼓励奖，要致赠我们的环保铺满啦，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专家来帮我们制作我们的环保铺满来。好，非常有纪念性的环保铺满，我们制作给我们参加的队员，希望他们把这个省下来的钱啊，加油，一点一滴的继续存进去，然后呢，加油，继续的来捐赠给长期致力于环保的公益团体啊，非常谢谢教授。哎，你也很想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地球，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吗？非常的简单，只要4个人就可以报名哦。不管你是同事、家人、好朋友，或是打游戏的网友，哎，只要你们对守护地球有一份心力，就欢迎你们一起加入我们的游戏哦。报名很方便的，哎，我们核心协力救地球，下次见，拜拜。谢谢，谢谢，谢谢。